全国连锁信任之选，六贵府欢乐竞演现在开始。妈，在家呢。你猜我干啥呢？烤地瓜。妈，我在车站呢。今年我在沈阳啊，没少挣钱。咋挣的？烤地瓜。我是在一家洗浴中心给客人烤地瓜。干足疗。妈，回家我就好好给您做一回烤地瓜。妈呀，先不说了，我烤地瓜去了。不是，妈，回家说。捣乱呢？啊！我一说话你就烤地瓜，一说话你就烤地瓜呢。这还咋说话呢？你不说话我也烤地瓜呀。你耽误我打地瓜了。你耽误我打电话了。干啥呢？等车呢，盖一票准备上车了。票是在手呢，一会儿上车呀。把你这票还给失主。不是你现在都实名制，他能上去车吗？我看看，徐洪凯到。不是你拿我车票干啥呀？你是干啥的？我是干啥的？反扒志愿者。你反爬，你爬别人，你爬我干啥呀？别人我没看着，我就看着你了。别动，没动。小伙子，我能动不？哎，您随便动啊。烤地瓜，嘿嘿，能动的烤地瓜。那个大爷，你也别动，你这有点闹挺啊。我们这谈正事儿，好不好？手里拿的啥？手机。谁的？他的。还说啥？我说我要还给他，你信不？我跟大爷，你们大爷信吗？不能信的烤地瓜。你看他都不信。姑娘，哎，看看还丢啥东西没？啊，对了，我看看啊。哎呦我的妈，这个老重要了。哎，还好还好，给我妈买的六贵府光芒女神钻戒还在。其他啥也没丢，就手机搁他手里。不是，你是失主说的很清楚啊，别动，等着我报警啊。不是，等会儿、哎、你不能报警啊，我妈在这等我回家过年呢。不是，老妹儿你帮我解释解释呗。你快帮我解释那个同志啊，这大过年呢，他八成是缺点钱。那个大哥啊，我劝你下回可别干这事儿了，你让人抓了个现行。老妹儿你说啥呢？你不知道这里边的事儿。那个志愿者同志啊，你这样我一时半会跟你说不清楚。咱们你别说清楚，咱上里面说清楚。不是好不好？等会儿呢，你别老报警干啥呀老婆。这样我跟大爷给你重新演一遍事情的经过，你一看就明白了。你给我两分钟时间行不行？就两分钟啊。行来，大家配合来一遍啊。这说不清了都啊。我上来给我妈打电话，我说喂妈呀，不是，我用这手给我妈打的。喂妈呀，在家没？那个你猜我干啥呢？说词儿。喊烤地瓜呀。不是你打电话的时候不让喊烤地瓜吗？现在让你喊了。大爷你看你配合呗。啊，行，配合是吧？重来啊。妈呀，我是在一家洗浴中心给客人干足疗的。对，干足疗。我这啥玩意儿干足疗的？你得喊烤地瓜呀大爷。啊，你配合一下行吗？啊，行吧。
妈呀，回家我就好好给您做一回。大爷，你能喊不了？你到底喊啥呀？喊烤地瓜，这都说不清楚了。停！你俩吵吵半天了，这个没有手机的事儿啊。你还在别，我还在。你别老报警，报警，报警！我抱抱你来。这报啥警啊？这不刚说的前言，我还没说到后果呢吗？这阵你是没上来的，你得等我们演到8分钟左右你再上来。但是你别听罗响，罗响就演完了。你上那边，你去看一会儿，看一会儿啊。行，这是到你了。啊，上。我在这，我来了。手机。那个大爷，给我来烤地瓜。哎，老妹儿啊，能不能好好整？这都看不明白，你是这么上来的吗？你不在这儿上的吗？啊、哦！你看，就真的，这咋不走道呢？咋不走道啊？上来了，好，来烤地瓜，卖。啥玩意不卖呀？你刚才你不是卖了吗？他买我卖，你买呀不卖。哎，你买卖，给钱。我来，都给钱了是吧？给钱。来，大爷，烤地瓜多少钱？5块是吧？好嘞，完事儿。不，你他是给这当了着的，他没，他是在这个地方当了着，你不能揣里边，你拿出来。别动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事我是真说不清楚了啊！这我再重新给你演一遍，你别演了，兄弟。我刚才呀，给所里打了个电话，让他们调看了一下这块的监控，证明你确实不是小偷，确实是助人为乐。我误会你了，对不起。哎呀妈呀，幸亏有监控了，要不是不是误会他了？那个孩子，哎，误会解开就好啊。就刚才呀，你跟大爷那没有礼貌的出啊，真拿你当坏人了，你知道不？但是经过你刚才的表现呢，大爷承认你是个好孩子。现在有些人呢，丢了东西别人不敢管，看见老人摔倒了呢不敢扶，看见有人偷东西不敢管。孩子，你是好样的。谢大爷。大爷给你点个赞。最后啊，大爷送你一句祝福的话吧。咱换个头型吧，太耽误事儿了。大爷说的对呀，这头型确实让人误会呀。大哥呀，你这个头型是真得换。我误会你了，你是好心。我刚才听音乐也没觉得手机没在里头啊。大哥，我也给你道歉，对不起。没事，你妈。哎呀，我这头型确实耽误事，磕下太疼了。行了，误会解除就好了。我车来了，各位新年快乐，我走了。慢点丫子啊，那个兄弟赶紧走吧，一会儿赶不上车了。哎呀谢谢你同志啊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别有期了。大爷啊，祝您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好嘞，新年快乐。哎，别毛扔的，注意安全。哎，小伙子给家人带好啊。那个大爷，哎，我家人也不走了，我送您回家。不行啊，我这地瓜还没卖了呢。卖了这，他们买呀，行，卖给你们之后啊，我挣完钱，给你大娘啊买个6桂福大金镯子。哎呀，我帮你卖，烤地瓜，烤地瓜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导师如何来评价你们的作品，好吗？首先，先来听一下潘老师如何点评。我觉得小品年味十足啊，它就是一个过年在火车站广场发生的一件事情，事情很小，就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爱啊。几个演员我觉得表演都没得说，赵博依然很稳，赵博表演永远是稳准狠，思梦进步是最大的，洪凯还是那种就是小男人小人物那种感觉，演得也非常非常好。董浩可能是组团上春晚是最新的一张面孔，所以希望你在这里好好表现，好不好？希望你们能够拿到一个不错的分数，加油。